那马基雅维利呢，先简要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啊，没什么好说的。就是1469年到1527年，58岁。然后呢，我们谈马基雅维利，就是说就是和之前我们讲的西塞罗差不多，他也是非常深入的卷入了当时佛罗伦萨的政治当中，是吧？那别这些我就不谈了，我们今天主要谈他的这个思想。那马基雅维利呢，你要讲他其实是离不开文艺复兴的这个背景的啊。我们之前讲的其实都是中世纪啊。那文艺复兴呢，我们也知道是14到16世纪的一场欧洲的一场运动，那当然它的辐射领域是非常的广泛的。我们最熟悉当然就是艺术啊之类的，但文艺复兴它在政治领域的最主要的表现，其实就是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这个兴起，是吧？那马基雅维利在我看来，其实他也是文艺复兴之子啊。就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对文艺复兴的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进行了内在的批判。那什么叫做内在的批判？就是内部视角的批判，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个文艺复兴的产儿。这方面的例子特别的多，比如我以前专门研究过边沁，后面我们也会讲，是吧？那边沁在我看来他是普通法之子，那边沁他对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也是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最系统的批判。那我们更熟悉的另外一个人叫尼采，是吧？我们知道尼采他对整个西方的这个形而上学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也进行了疯狂的批判，但是我说尼采其实也是基督教之子，是吧？就他其实是那个传统里面内在的生发出来的。那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的，就是说通过马基雅维利或者从马基雅维利开始，那公民人文主义的那种内在的脆弱性就得到了重新的审视，就他当时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潮，要就是我们经常历史学教科书讲的吧，文艺复兴嘛，就是把这种人性的解放运动嘛，是吧？要把人权从神权当中要解放出来，这是我们的非常大而化之的、非常简单的甚至扭曲的一种说法。那我们今天看看马基雅维利他的这种批判视角和我们的这种外在视角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那雅维主义呢，他从现实主义的思考出发，他一方面是赋予了共和主义以新的理论的生命力，就当时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就共和主义是有一个复兴的，就他的这个复兴很有意思，他兴起了很多的城市共和国，是吧？包括意大利这些，就是威尼斯这些，待会儿马基雅维利他也会批判威尼斯。那威尼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和国，是吧？那时候但是呢，共和主义是需要有理论的，那这种理论需要有新的支持，那很显然他和西塞罗时期对罗马共和主义的支持，肯定他需要的这种理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另一方面呢，他也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个思想的维度。我们刚才说，首先他是对共和主义赋予了新的理论生命力，另一方面呢，他对国家主义，但这个不能叫国家主义，叫国家理性主义进行了全新的思考。就说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其实是没有人专门思考国家理性主义的问题。什么叫国家理性主义？我们今天后面还会讲，但是我这里简要的说，其实也可以说叫国家理由，也可以叫国家道德。换言之，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所谓的国家道德和个人道德，国家伦理和个人伦理、国家理性和个人理性，国家理由和个人理由都区分开来了，是吧？以前我们知道，在城邦共和之下，古典的自由主义也好，它其实城邦和公民之间是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包括到罗马时期都是这样的。但是到马基雅维利时期，这个玩意儿分裂了，就国家和个人分裂了。其实在我看来，它相当于是一次精神的一种危机，精神重建，就是国家奉行的是一套道德观念，然后呢，个人是奉行的一套道德观念，是吧？国家的有他的国家的理由和出发点，这个东西甚至是跟个人所持守的道德理由是有冲突的。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为了国家我们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从马基雅维里走来的。为什么？其实我们要看他后面的学理依据，那就是国家理性主义的这个兴起，是吧？那这整体是我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整体定位，换言之，他在这两个维度，其实在政治思想史上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是吧？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马基雅维利。其实他跟古典的人文主义，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他们的古典政治哲学其实是决裂的。就是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我刚才说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实然与应然的冲突，政治和道德的分裂，基本都是发端于马基雅维利。所以马基雅维利，我们今天对他一说概括，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对马基雅维利有什么共识，这个最大的共识就是认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他真的是完全的现实主义吗？他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这样的共识是不是可靠，是吧？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深入研究的。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其实也不完全是，比如他的君主论和论理唯或者理唯史论就分别代表了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两个维度，是吧？君主论讨论君主嘛，写给君主的这个谏言嘛，然后到理唯史论他是论述共和制嘛，所以很多人就说，君主论是个现实主义的著作，理唯史论是个理想主义的著作。但其实这个划分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先来看君主论的最后一章。我们刚才说了，君主论的最后一章是被后人是归纳为马基雅维利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呼唤。那他的民族主义的呼唤，其实你看最后一章，你发现他是理想主义的一个文本。就是说在这一章当中的他的一种写作方式和他之前所有章节的写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之前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客观的、中立的、理性的、冷静的一种方式，无动于衷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审视的方式，对什么残酷的这些东西、欺骗的东西，它就是一种非常冷静的笔法去写。但是到了第最后一章，它有一种惊人的对比，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困惑，是吧？而且严格说来，刚才我的概括哈，就是共和主义和现实主义，它其实并不是相矛盾的态度。换言之，就是共和主义也可以是非常现实的共和主义，是吧？今天美国的共和党，那肯定比民主党还现实主义，是不是？那就是说，共和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一对范畴，然后呢，共和和君主制是一对范畴。是吧？但是共和主义是可以跟理想主义配对，也可以跟现实主义去配对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给他重新理清，包括在他的论理唯当中，他也说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如何要使用暴力，如何使用这个党争和宗教的教会去实现这种统治，就实现打江山。所以他无论如何，他的共和主义配不上理想主义的这样的名词，是吧？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最后一章，我刚才说了，最后一章为什么它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笔法，就是它已经让它的分析屈从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浪漫立场。什么叫浪漫立场？就是它所讨论的民族主义看上去和当时它所处的意大利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换言之，很多人说马基雅维利其实他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论述其实是呼应着200多年以后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浪潮。我们知道到19世纪欧洲尤其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一个风潮，是吧？也就是在19世纪著名的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第一次把马基雅维利称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说从那时候就民族主义的思潮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兴起，所以马基雅维利就被认为是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先知，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对后面贴的一种标签。我们知道思想史上经常会被人这个贴标签，是吧？甚至19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维拉里，他就说马基雅维利深刻地认识到外部的干涉以及四分五裂无法统一的政治格局才是造成此后意大利政治灾难的根源。所以说就认为马基雅维利所有他的著作的动机
都是对意大利统一的这种渴望，是吧？所以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就成为了一个预言家。但是其实呢，在十六世纪没有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而且马基雅维利在他最后一章也没有提出所谓的民族主义。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什么？他的标题是他要奉劝这些君主将意大利从蛮族的手中解放出来，就他的标题是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是吧？然后呢，他就给出了一些建议。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么他在这一章是放弃了之前的那种逻辑分析的和客观冷峻的态度，风格为之一变，已经是一种修辞化的风格。比如说他谈到这些蛮族野蛮的民族对意大利的暴行和侮辱的时候，一连用了四个音节饱满的情感性的词汇形容意大利的劫难，说意大利被打击、被破坏、被撕裂、被决裂。所以他的这种笔下，意大利成为了一种被征服者的一个苦难的叙事，是吧？我们是一个什么多灾多难的一个什么民族，他有这样的一种叙事。而且马基雅维利他也没有提供意大利解放的具体的方法，是吧？就他的这一章的内容都是一种道德的一种鼓动，他提出了正义战争的一种观念。他说伟大的正义是属于我们的，而且引用了李维的话说，对于那些迫不得已进行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是正义的，对于那些除了拿起武器毫无希望的人来说，武器是神圣的，对吧？就是这个正义这个词，我们知道在整个君主论前二十五章只出现过一次，而这一次恰好是在马基雅维利证明君主必须在敌人和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君主平时你可以以一种冷峻的姿态实现你的目的，当你要在朋友和敌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就必须有正当性的依据。换言之，所谓的正义与中立的立场其实是截然相对的，你必须抉择嘛，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没有中间道路，是吧？这时候你就没办法置之事外了，是吧？那很显然，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到最后一章他强调正义和正当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他认为把意大利从蛮族解放出来是一种正当性的一种诉求，所以那种客观中立的姿态是不适合的，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就是修辞的手法，就像毛选里面的那样的一种方式。他说什么门会对他关闭，有什么人会拒绝服从他，什么样的嫉妒会反对他，有哪个意大利人会拒绝对他的臣服。就说一个英雄当你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时候，那人民都会拥护你的，是吧？所以他君主论的最后一章其实他是想试图说服君主，这是眼前是把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的最好的时机，这叫做时机论。时机是一个关键词，就是说，但是他的这种时机论非常不具有现实意义，很不合理。因为为了说明这是解放意大利的最好的时机，他并没有分析当时意大利和欧洲的整个政治的现实格局，也没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他只是说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威尼斯的共和国，如何对待西班牙和法国的外部干涉的力量，如何应对教皇国在意大利的存在。相反，你看他在最后一章他挤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基努士，一个是特修斯。这三个人我们都清楚，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建立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领袖，基努士是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的创建者，然后呢，特修斯是带领雅典统一阿提卡半岛建立雅典共和国的人。这三个都是古代的建国者。马基雅维利把这三个人视为摆脱外部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的典范，所以说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君主如果能够带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他们的伟业可以和这三个人相提并论。
是吧？甚至他最进一步说，为了让第一意大利出现真正的英雄和豪杰，必须让意大利人比犹太人受奴役更甚，必须让意大利人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雅典人更加的流离失散。就是他所说的要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这样才可以出现众望所归的这种英雄。我们可以看出马基亚维利的这种劝说的这种逻辑是非常的奇怪的，是吧？他的意思是只有局面特别的糟糕，命运特别的恶劣，能力和德性才能彰显出来，希望越渺茫，荣耀越大，是吧？从鼓动君主追求荣誉的角度，这种劝说可能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建议。换言之，你的荣耀越大，越是生灵涂炭，希望越渺茫，是吧？所以说马基雅维利其实呢，他已经承认了他所说的这三位伟人他们的事迹其实是有一种神迹的色彩，是一种奇迹。好，讲完共和主义，我们现在说马基雅维利另外一个课题，国家理性学说，这很有意思。那马基雅维利去世50年以后，在16世纪的80年代，短短10年时间，塔西佗风靡整个欧洲知识界。我们知道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是生于公元55年到120年，但是到16世纪的80年代，风靡欧洲知识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说的是什么？当皇帝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不管他做好事或者坏事，都会引起人们的憎恨，是吧？这个叫做塔西佗陷阱。但这个塔西佗陷阱其实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这个很了不起哈，是中国一个学者叫潘之长，他在2007年提出来的。就这个概括是他提出来的，在西方，在英语世界，你查论文没有塔西佗陷阱这个说法的。是吧？这个说法都是从中文翻译过来，都是潘之长提出来的，这还是厉害，就是一个理论家你的概括能力，是不是？但是塔西佗是有这个意思的哈。那为什么塔西佗风靡欧洲知识界？就是因为塔西佗和马基雅维利共同缔造了文艺复兴晚期国家理性主义的学说。国家是需要有独特的理性，而这个理性主义是基于对人性的幽暗意识的，是吧？人性是败坏的，对于国家来说要获得这个统治更不能讲道德，是吧？所以说有人概括16世纪是国家理性学说被发明的世纪。什么叫做国家理性？国家的理性很简单，就是所有国家都植根于暴力，而所有国家的暴力都会正当化，这就是国家理性主义，是吧？就是国家是需要暴力，但这个暴力是有很好的伪装的，这个暴力是需要正当化的，我是合法的正当的，我用暴力，这就是国家主义理性主义。这种国家理性主义很显然跟所谓的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什么基督教的这种国家传统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吧？因为亚里士多德也好，西塞罗也好，阿奎诺也好，他们都认为国政治是由理性所主宰的，但这个理性是一种普遍理性，是贯穿于国家和个体的，是吧？所以政治理性的这个核心就是正义嘛，是吧？但是呢，这种国家理性不讲这些，是吧？国家主义刚才说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国家理性主义，是吧？当然后面有人也觉得这样说太赤裸裸不好听，就又继续分好的国家理性主义和坏的国家理性，是吧？好的国家理性我现在就概括有三种国家理性，就后面的发展三个脉络。第一个国家理性就是好的国家理性，好的国家理性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的利益，然后呢始终受到神法和自然法的制约，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是吧？这是好的国家理性。而坏的国家理性当然就是意味着对基督教的伦理和一般人性原则的刻意的践踏，是吧？这是一种国家的这种理性啊，应该是四种。第二种国家理性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来的，从亚里士多德那来的，就是在国家之上
国家可以任意就超越法律而行动，特殊情况之下，法律是不能约束国家的。但是你要超越法律行动，你必须要公道横平。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里面提出公道这种德性，公道是和正义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公道？公道就是法律不够的时候，我们凭良心去进行裁决。当国家的法律不够的时候，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国家置于更高的正义原则，它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它是受更高的，比如上帝所引导的啊，这也是好的国家理性啊，还是三种，第一种这国家理性，所以国家理性主义并不是说全然不负道德，第一种，第二种是更冷峻的国家理性，但他也不能赤裸裸说我是坏的国家理性，他只说我是更冷峻的国家理性，他们诉诸的是什么？也诉诸更高的东西。但这种更高东西叫必然性，哎，这个词用得好，是吧？我不是什么更高的道德，我叫必然性。塞内卡就说，必然性让一切东西合法，必然性让一切合法。然后克莱马评论说，必然性往往让不合法的事情成为公平和正义，这就是必然性的力量和尊严所在。是吧？必然性就是暴力的一个装潢，是吧？一种说法而已，是吧？我就是服从必然性嘛，我就可以什么都干。第二种、第三种国家理性很有意思，是近现代以来发展出来的，尤其在德国，叫做国家法权思想，是吧？这个理性主义就认为，就把中性等理性概念赋予了道德和法律的内涵，就认为每一种政体统治的背后都有它的统治的法权，叫正当性。你们看德国的，尤其是一二战期间的这一帮政治哲学家、法学家，包括到今天，他们最爱讨论正当性问题，国家正当性的问题，是吧？其实不仅是古典哲学，整个德国的思想家都有这个传统。你看黑格尔，甚至包括马克思韦伯，尽管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对国家就是德意志民族意志、国家理性的关注，最后发展为一个正当性理论，就国家本身是具有一种正当性的，是吧？这种统治的正当性是高于已经制定的法律，表面上跟前两者还是有点交叉，但是它更有强烈的这种德国色彩，德国色彩，这个我一说大家知道，就这种观念在德国得到很大的发展。好，这是国家理性啊，就是导致马基雅维利时代分裂了，是吧？就国家跟个人是分裂的，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分裂。